第二十四题，蒲志宇假透镜距离字体五公分远，请问何者可能是假透镜的焦距？我们看到蒲志是一个正立放大像，绘成正立放大像的是凸透镜，而且物距要小于焦距，所以呢，我们晓得五公分就是小于焦距，焦距就大于五公分。选项里面只有 A 选项的七公分大于五公分，所以第二十四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何者可能是假透镜的焦距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 七公分。